平时初一十五或者是六斋日八斋日的吃素的，有没有？有没有吃全素的？你看还不错，吃还有不错。世间莲花，有没有一天素也不吃的？然后不单单吃肉，还吃葱啊、蒜啊、大蒜，有没有？像我们出去住宾馆呢，有时候坐到电梯，那个电梯那个别人住过了，别人走掉，我们进去哦都受不了。所以有时候平时我们尽量不跟别人坐一台电梯，有时候别人你们嫌，但是有的人走掉了，我们都哇进去都受不了，那里面蒜味啊、酒味啊、烟味啊、肉味啊，哇！所以他走到哪里啊，那个保镖一大群啊，什么保镖你知道吗？不是保镖的，都冤亲债主一大票，会抽烟的烟鬼一大胖跟着，会喝酒的酒鬼一大票跟着，会吃肉的肉鬼一大票跟着。你白天吃，他晚上舔你嘴唇啊。吃肉的人经典里看，晚上罗刹舔起嘴唇，然后吃葱啊、吃蒜啊，不同的那种恶臭的那种鬼，他们正好可以靠近。我们吃素的人呢，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什么那种怪味道没有，而且放射出的是香味啊。放射出香味，有光有香，那什么，天神护法拥护，那就开始差之毫厘，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好人是自己做的，坏人也是自己做的，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华山？中国九华山。哇，还有，到处有九华，对不对？名字相同，中国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对不对？肯定也有很多去过的，我们大师父都带你们大家有去过。九华山不过有一个地方，九华山分前山和后山，后山有没有去过？你看。很少了吧，这个难怪你们，我去三次也就去过一次啊，后山。第一个肉身菩萨是后山产生的，那位他是90多岁，95岁圆寂的，坐缸3年多，然后开缸之后肉身不化。这个老人家他以前就是文革的时候嘛，他就归属于当地的生产队，然后因为他人很好，所以别人也，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怎么说呢，他的业报还不错，也没有什么人来批斗他，万一讲道的时候反而也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这个老人家这么好，你批斗他干嘛？所以他呢，他就自己种地啊，也帮助别人种地，然后有时候出去捡那个粪呐，就是有机肥啊，他也不管，不是一定就背到自己地里来，在有时候碰到别人的田地里就给别人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他，而且他会什么，会医术，所以别人有什么病啊，大病小病会找他，这个老人家就这样。后来那个宗教政策一恢复之后，马上又开始恢复出家人的身份修行，后来他就证得金刚不坏肉身，成为肉身菩萨。他有一句话很了不起，来跟我一起背来，好人好自己，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这个很重要啊，你自己修，公修功德，婆修婆德，
有一个人呢，他吃素吃了好多年啊，吃素吃了好多年，后来慢慢对佛法没信心了，他又不想再继续吃素下去了，结果就有一个，就另外一个居士呢，就想，你吃了这么多年的素了，你放弃的话功德多可惜啊，那你不相信的话，你把你吃素的功德给我好了。他说这有什么，是哪里有什么功德，哎，给你就给你。结果一给他，当天晚上哦，那个阎王爷那个黑白无常就来找他了，哇，他吓坏了。他就说，因为你听善知识教导吃素的缘故，你多少的大病都化解，哎，大病转小病，你的这个命的这个啊，这个短命都变长寿。你既然放弃呢，现在跟我走吧。哇，这个吓得不得了，哇，一下子醒过来了，一身冷汗哦，吓得不得了。第二天赶快找那位居士，就说，还是还给我，那我继续吃素，继续好好的，不得了的，你知道吗？哎，这个世界首先呢，就是划线了嘛，井水河水先分开了嘛，哎，所以吃素很重要。虽然我们这个五戒里面说戒杀啊、戒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抽烟、吸毒，好像这个肉啊到菩萨界才有，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很重要。哎，所以我们常常尊贵的海涛法师也让大家受第六条戒啊，这个不是不吃肉，我们今天听着啊，把这个根种进去。在座若有抽烟的，赶快戒烟。我跟你说，抽烟比杀生还要那种恶业还要重。杀生你只害了他一个人，抽烟是害了自己，害了所有的跟你有缘的人。你杀了那只鸡，那只鸡不一定下地狱，赶快戒烟，然后你到网站上去看烟草的毒害，那就不是从佛教，你就从世间的卫生的角度上你就看一看。第二个是戒酒，酒很重要。你说做佛啊，成圣贤啊，那你读佛教理论，我有时候还不理解啊，没有这么大智慧，但是你戒恶，这种很简单的。深自忏悔啊，要立誓戒除这些恶。戒恶其实很简单的，哎，修善比戒恶要难一点，哎，就叫难行，哎，这个善呢、啊，就好事多磨啊，会比较难。但是首先做简单的，我说坏蛋先不做吧，哎，先止恶，哎，我先不做恶人了，然后。慢慢的在那做善人在做啊，然后啊做贤人做，然后再做圣人，哎，就命运真的就这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好，这光明前途，这个路人生的路越来越广大。你知道像我们坐在台上讲这个话，我们要承担多大的这个，哎，我以前闭关的时候自己清修很多祥瑞的梦，哎，后来就越来越这种祥瑞梦就没有了，再后来不是祥瑞梦甚至噩梦了。哎，为什么？本来我这个路啊很宽呐、啊，宽大平坦，或是走或是飞啊都可以啊，啊，但是后来越来越小了。为什么？我就反省，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以后要结众生缘呢，你要劝众生呢。我们的生命本来我修行，那是我个人的事情。那我劝大家修行，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跟大家融合在一起了。本来我们出家是跳出这个世界。哎，特别我起初6年都是受自己家里供养，不受外供养的。哎。
那再一受外供养，再跟大家再一交流，哇、哦，好嘞，又入这个众生海了，很危险，我们都很危险，哎，更何况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哎，所以佛经里说啊，罗汉在山中睡觉啊，诸佛都欢喜啊，菩萨入世间呐、啊，诸佛担忧啊，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讲每一句话，真的，你有没有听出来？都掏心掏肝的在讲，明明知道我们讲每一句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样对自己修行是很大障碍的。但是为了能爸爸妈妈们能醒悟一点，我宁愿这样。好在，所以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我在进修，在进化，进化，进化。哎。大家靠近我的人，比如说这几天像我们逝者啊，我们靠近的人会知道，我们来到台湾到现在一场一场法会，一场一场法会，我们这个泉水啊，每一次法会好像这个人的泉水，每一次法会就这个泉都舀得干干的，然后回去慢慢再渗啊，渗的有时候渗出一潭来，哦，再舀又舀得干干的，然后有时候都来不及啊，来不及续出一坛呢、啊，有半坛也都咬掉了。所以这个世界还有人出家，还有人修行，还有人弘法，这是世界的希望，世界唯一的叫依护、依靠。不仅是我坐在台上这样讲是这样，你们看看在座的出家人都是这样的，都是很伟大的。每一位师父都如莲花一般，难遭难遇啊，无边这个福德的，是我们的福田。但是现在的出家人确实都是超重负荷的，跟你说。所以这个我们尊贵的海涛法师就说啊，他说啊，有人要求的跟他说，哦，师父我出家，出家不是理光头啊，那叫出家，出家是做菩萨啊，出家那你做菩萨你要。你不是说哦，这个啊，你想这个世间的福报，这世间哪里有福报可以让你想啊？哎，所以要行菩萨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你像我们法会一样的，你想想看，我们来法会的途中或者到法会现场，你感觉吉祥多还是凶多？真是凶多啊！每次都是拼命的转转转，我们大家每人都转转，把佛的这个心殊胜心升起来了，那才有点光，才把那个业力给超过去。一个是超见的超，一个是超越的超，需要把这些业力给超见掉，需要我们自己能超越出这些业力。地藏菩萨那个西藏，一边是震开地狱门，一边是什么？另外一句话叫众生业起腾啊，震西藏以腾空，不能被这业障所淹没掉啊，啪腾成飞起来啊，哦，才是这个意思啊，众生业起震西藏以腾空啊，提醒自己啊，哗一摇十二缘起三转法轮，哦，小乘大乘金刚乘的法呢，以这个为力量，就超越出众生这个，一方面这个是度众生，一方面也是令自己能不被这些业所淹没啊，哎，所以过去修行者都是这样的，拿个西藏当当，或者拿着引磬走一段时间，当瞧一下，什么叫引磬啊？引就是引导我们归入正念正觉的，哎，过去修行人都是这样的，哎，就像你看那个玄奘法师。朝西域的图你看到没有，背一个背架，一个背架，哎，前面上面那个可以遮雨，同时背架这边有一根绳挂下来，那是什么？有个香炉，背架这边有个香炉掉下来，一边走一边可以上香，手里还拿了一个引磬，走一段叮，就好像我们去迎请法师一样，真正的迎请法师是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哎，迎请法师。
磬一压，然后就两个引磬对对扳，叮叮，引谁去你知道吗？引法师就是引请佛啊。大家默然竖立，听着清脆的引磬声，都归入正念。然后法师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匍匐拜倒在地，头都不准抬起来的，就五体投地。哎，我们在座有师父们去传戒，他就知道了。传戒的时候，三师出来，就头都拍在地下的。哎，三师齐整过来。哎，因为我们要引起正念，归入正觉，才否则很难的。嗯，我现在讲，慢慢慢慢，大家的心有一点正觉了，才那个业障才有点抛在后面，否则前面都一直就被闷着打，被业障闷着打啊，你知道吗？嗯，被，所以啊，都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每次做法会的昏昏欲睡啊，昏昏欲睡，哦，念也不知道念到哪里了，念睡着了，哪里也不知道，啊。常常是的，我有时候主法都是这样的，啊，念不知道念哪去了，拼命的要振作精神啊，聚精会神的要，哎，这样，很不容易的业，你跟着业在处理，所以有的人呢，慢慢哦，隐居掉了，算了，再往后，越往后，圣贤越隐居掉，你知道吗？以后。世界太黑暗了，坏人得势，好人没有，你说圣者来谁认识啊？谁认识圣者？是崇尚罪恶的时代，也不崇尚圣贤的。哎，这个时代，我看很多地方都是啊，你这个不是看道德的，是看你有钱没钱的。哎，很多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时代越来越黑暗。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以后阿罗汉都不来了，这个世界，以后来啊，级别小一点的菩萨也不来了，再往后来的都是弥勒佛等觉菩萨，所以弥勒佛千百亿化身，千百亿，他能忍呢、啊？他有等觉地，他等觉地，他在什么样境界，在他面前都是干净的，菩萨是等觉地。他还能够，这样子来我们人间，以后就是至少就是啊，登地菩萨，再往后是不退转地呀、啊，七地菩萨、八地菩萨，最后十地菩萨等地啊，等觉菩萨，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以后得度，这也是好好的有决定见，决定见升起决定的，跪在佛面前。发誓，然后就开始戒除自己不好的。佛菩萨都是人修的，因果不虚的，你自己修你自己就那个。哎，所以要听看到善知识一次一次转世，那你就看到我们的生命希望，哎，我们的生命方向，哎，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不容易的。我们说人如梦幻泡影，但是我们做人的人不认为我们是梦幻泡影，我们认为我们这是个社会啊。哎，那鬼他也认为他那是个社会啊，鬼道啊，鬼是一个道啊，他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人呢、啊，远远超过我们人呢、啊。哎，多到哎畜生那个畜生道比我们人道多到多少？其他就是畜生道里一种好了，蚂蚁好了，比我们人多多少？不要说蚊子了，其他的东西了，就是那一个好了。那你鬼道呢？众阴身的众生多到什么程度？一杯水拿起来，里面有84000个众阴体啊！小小一杯水拿起来，所以说要念嗡瓦西波罗摩尼说，不念，这个咒的话，如食众生肉。哎，你想想看，那空间是。挤得满的三恶道，满的。然后我们哦，一个佛法下来就改变了。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环境又改变了？
有没有感觉到？哎，马上就不一样了，你身心世界都开始改变了。所以大家要发誓，知道吗？在佛面前要发誓，不吃肉，不杀众生，不伤害众生。我要好好的修，戒恶修善，决定要解脱。我人要往高处走，要往上走，千万不往下走。这样你在佛面前发誓，那还好，那还好。那我们不能来做和事佬，给你们解解冤结啊，那还不错。你像我们如果在一个道场，比如说这地方，那在这里做一次、两次、三次、五次，那这个地方越来越庄严还好。哎，那有些地方那很可怜的，那我们去屠宰场。你坐到那边，哦，那一下子变极乐世界了。我们一走，慢慢，他们还是在那个世界在杀啊，你看，哎，所以佛教有道场有好处，有道场它这个功德会积累，然后别人去啊，去，哪怕散散步，去磕个头，得到很大加持力，很大加持力。如果那个的话，等于是，哎，不能够相续。好在呢，很多这善知识还是会重复的来啊，这个做。哎，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道场，你常念佛、拜佛、修法。哎，今年的那个金刚萨多修法、如意宝珠看过没有？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在修？你看，哎。我花了2年的时间，自己找人来做，跟他们皈依三宝讲法，然后组成一个团队做，自己做，哎，自己做，是最便宜最便宜，压到最低，也要100多万人民币。你看我连出国也不出国，这2年做出来，那么多大善知识加持。那个片子看3遍就有传承，就可以按照修了。哎，那大家都是这样。我们想一想看，佛法佛是花了多少的力量，一字一句佛曾经都是用头目脑髓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读到就轻飘飘的过去了。生命电视台每年要付出多少钱，对不对？几千万啊，台币要几千万。有个电视台，大家看也都无所谓啊，哎，很珍惜的看，看了那些法，那些善知识。现在众生的业障，跟100年前、1000年前是不能比的。现在一天所制造的，比过去1000年的业障还要多。哎，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能够一天修行，超过正法时代500年的功德。现在我们一天修行超过极乐世界10000年的修行的功德。哎，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感谢你收看打开护持生命电视台。有了生命电视台，很多人才可以认识佛教，了解三宝，了解断恶修善、改变命运的道理，找到慈悲快乐的人生。所以各位要透过各种管道，以金钱来护持生命电视台的运作，到银行、到邮局、到中心，或直接参加法会，或是成为劝募委员，乃至由劝募委员到你家里来得到你的护持。大家一起来关心生命电视台的运转。阿弥陀佛。柔软如棉的大慈，广阔如海的大悲，海涛法师的大爱，邀您一起共同成就。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世界的恶业的这个量之大。现在这个世界一天的恶业超过过去一千年一万年的恶业，哎，非常非常重要，要忏悔业障。金刚萨埵修法是伏藏法，哎，法王如意宝的威德力，你们可以去读一读他的传记，如意宝珠也是，哎，这个修法的名字叫如意宝珠，金刚萨埵忏悔，那个里面有，这本身里面就有法王的传记，有门措上师传记，这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法王如意宝尊为佛教界的太阳一样的，哎，门措上师是女众里面的最大的女活佛，哎，现在学院里还有12000僧众，他是佛学院院长，你们看一看，就那个功德多大，哎，然后这个法又这么殊胜，莲花生大师讲专门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别是我们汉人，我们汉族人特别会造恶业，哎，因为什么？特别聪明，文殊菩萨的徒弟没学好，聪明有了，但是没觉悟，把聪明才智在造恶业，所以要忏悔很重要。这个经文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把它印在红布上，挂在有风的地方，这就消除这个地方的违缘，大加持运，这个是非常力量大的。法王如意宝一生当中最重视的就是这个，他说我弘扬佛法就靠这一个，所以在学院里就是法王出发的时候，僧众们全部都大家自发的一起同声念的大加持运，法王回来的时候也都排着队同声念的大加持运迎接。所以一般性你这里在座，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博士，你读一句你都不懂，跟你说太奥妙了，多少啊显宗的道理道理道理，你修行了功德加在一起，然后在这里一句话一句话融到，这是摸好集成电路集成块一样的，嗯，非常非常大加持的，嗯，所以我们希望台湾以后也能形成这个风气，印在红布上，挂在有风的地方，学院里面那个你去看五明佛学院那个山上一排一排整座山全部是红色的旗帜，风吹过来全部是极乐世界的风吹过来一样，然后我的寺院也都是也都挂着，我到哪边哦，只要有挂旗帜的我就出钱，你帮我挂哦，我到不丹我跟法师啊，这是有个寺院，我请你帮我挂。我一看到他那个挂着有大自在祈祷，哎，我说请你帮我挂，挂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哇！然后很多神山我都是请他们帮我挂这个旗子，出钱给他们挂，啊，大家合掌，好好听啊，我念原文的。嗡嘛吽日德金帕瓦王格婆张德德东苏苏多贝西格玛恰德丹巴美让英里多杰内玛诺瓦尔钦贝花主格那万达依度之处处等王学的觉去加日巴玛加波古地阿王杰南子日农王金黑日嘎索瓦依西班子罗瓦拉乌杜丘多比加波杜金德玛丽杰克耶戳热血玛将等相亲王修的东嘎王章都及黄屋葬给出南都年八清波王年度多及各一各级杂生哟干没松过压制看松过
阿瑞玛布库迪永纳恰德伊当吉悠悠德巴西德吉恰巴钦波特吉内南尼欧之多吉乔祖扬德吉亚吉亚巴钦波伊囊中德瓦钦波顿谢巴大一见此咋为路格见德吉公文西文音乐本让家藏僧万格拉祖拉地别松万地松心吉隆教顿无处多别花塔达托美王德西别无知主阿弥陀佛就极乐世界的力量极乐世界要调伏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本来为一切世界所设的嘛，一切轮回的苦难众生所设的怎么样转化我们这个啊，这个很重要的我这一念哇，这场地又干净了很多有很多众生解脱了嗯，你那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哇，又光明了不少下面我们来念普贤恨愿品所有的功德全部汇入今天放了这么多声今天放声是我们新年第一次放声哦，全台湾对不对我们新年第一次放声呢、来自我们今天啊，施食药供上供下施甘露水乃至有点灯我们有点灯呢种种的一切都在这边汇入到普贤菩萨心愿大海中好我们这边所有不仅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包括写牌位的延伸牌位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法会的力量也都回向同时呢牌位上他们的福德也一起参加我们法会一样也是作为我们法会的庄严包括往生牌位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功德回向他们包括他们过去的有善根的也能够今天能够成熟后面有小朋友还是谁跑来跑去这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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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大家也知道护持师父第一个护持师父的心不要扰乱他我们自己在深山老林里打坐这个过去修行人就这样有人发现马上茅棚一烧又搬到更深的地方去了不要被人打扰到他另外就是那我们带着这个禅定带着山洞里的带着森林里的带着祖祖辈辈的修行的功德来到人间来度众生那大家要配合要难遭难遇这么想所以以前法王他讲课的时候也是有小朋友跑来跑去法王也是说小朋友太小了他不懂佛法还是有时候不一定吃饭可以带来听佛法还不懂他真的会懂一生下来就自己会盘腿那好那赶快带来省得在家污染掉这个很重要至少要叫他们要保持安定皮也不能最好不要在师父这方位皮每次那个叫高雄奇经公园也是那天我们法师也说每次小朋友在那里皮你们也不去说两声就来跳叫法师的讲法讲的不知道讲哪了不知道讲哪倒算了人听不到法那么多鬼呢等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有时候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佛为什么要避开我们佛你说现在释迦佛在不在在难以不可能爱护我们不现身出来不现身出来像配我们这些没什么福德的跟大家长得一样的来讲讲法就不要紧佛
藏六精神三十二相，哇，那还了得，出来一点不如法，反而会堕落下去啊。嗯，我们现在，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出家人我们要看他的功德，实在看不到你要看佛的功德。哎，出家人虽然说哦我看不到什么功德，但是你哎他还是你的福田。反过来说，你如果轻慢，你如果没有恭敬心，你恭敬是你的福田，你如果不恭敬是什么田？哦，那很那个的。如果你对着三宝恭敬，那是福德都就产生。反过来对三宝不恭敬，哇，那业障很重很重。所以佛涅槃也是悲悯众生的缘故啊。因为当时已经有人了，佛说法，他们说佛啊，你以前那么说的，现在这么说的，到底哪个说的对啊？他那就对佛已经没有恭敬心了，分别心啊，不能够领悟佛的所讲的法了。所以佛最后一个有缘的度掉，就，哎，那个耶舍最后一个外道，很老了，修道很老，哎，最后一个成阿罗汉，然后就佛就隐没，隐没。佛虽然隐没，但真实的还在这个世界，哎，真实的，哎。所以我们这个包括现在。师父啊，法师在弘扬佛法啊，海涛法师现在到现在这个他在台湾他真正有两个故道场，但是这两个所谓的自己的道场还都是贷款买的，到现在贷款还都贷在那里。一个是三星讲三星，对不对？三星道场，三星道场你们去过的人家那个道场才3000万台币啊，我看看中国都买不到啊，哪里买得到，买地皮都不够啊。哎，这位菩萨他卖的这个，这位菩萨也是护法了，但就这样，你看半买半送一样，但是这个也是贷款买的。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道场也是买的，台中讲堂也是贷款买的。有了自己的道场，那个修法的那个功德会积累，会积累起来。那看你有没有福德啊？有福德还不错，没福德那可是可惨了。哎，台湾哎是那个，但是我们还都是很简陋嘛，简陋的这种弘扬佛法的方式。我个人也是这种，我以前发愿不建道场的，为什么？我觉得建道场啊，劳命伤财啊。哎，众生很多的佛菩萨啊，对众生的福德啊，给众生让唤起了众生一点感恩的心，然后就换成钱，就那个。所以我以前我就发愿，我建道场是无形的道场，建在众生心里。外表的道场啊，劳命伤财。哎，所以我以前住的道场全部都是现成的，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啊，现在我住的那个道场是最小的，我为了隐居住到那山里去，住茅棚去的，结果你看，也是命特别，我们海涛法师讲的所谓的歹命，结果遇到我们海涛法师被他挖出来了，嗯，本来我是，问题是，嗯，想隐居的。嗯，因为大家去过我那阳气寺，哇，好大，人民币要2亿多件哦，占地300多亩，300多亩，台湾概念没有的，因为我们那个亩跟我们是换算不出来，就是每一亩是667平方米，平方米是这样一个概念，嗯，现在我住的那个道场就是40多亩。那将近多少？2万多平方米啊！现在，但是那是我们使用的面积，那外面山都是没有人的，啊，哇，大的不得了，山连山，嗯，但是我们没有把钱耗在这方面，哎，都是把众生的这个
一丝一毫的福德都令他们增上，增上，最大限度的增上。这个，所以这个海涛法师也是用，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弘法，你看这样子的，到现在才开始有两个还是贷款的，贷款还是找那个利息最低最低的，最低最低的。像台中道场那个多少多少万，多少万？2000万买来，然后每个月付利息钱，只要付他那个1万块利息，比借道场还便宜。所以法师算来算去还是买划算的，买因为也不是你自己钱，是借钱买嘛。但是利息只要1万块一个月，借的话那都要好几万一年呢，好多万一个月啊，利息就是借的租费啊。所以这个说明师父真的非常爱大家，把大家的钱非常宝贝啊，一分钱都当，哇，一分钱掰八瓣用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会算钱呢，就是这样，一分钱要切成八瓣用。我们法师也是这样，你看大家做的功德，你看各种，你看大家做的功德里面有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中华印经协会，哦，然后护狗救狗协会啊，佛曲推广协会，多少多少，你看这都是大家的功德，每一样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很大的功德。你狗可怜不可怜啊？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不嫌家穷，子不嫌母丑，你看这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很多描述狗的故事都能感动我们呢，感动得不得了。有一些主人去世了，那个狗都就看着他的坟墓不吃不喝，天天在叫叫，一直到死。你看狗可以做得到啊，那其他人谁做得到啊？那个这种忠心，狗的义气，你说看着他被打死，我们养不是养不活他？我们现在人类不是没有这个钱呢，没有这个资粮啊。你看不养得很好啊，我们法师养那么多条狗，我到屏东去看每一个狗的放生员，哇，我一去了之后开心哦，就跟我唱男高音哦。你看开心不开心啊？哪天心情不好就护生员去逛一圈啊，带一点小礼物啊就可以了。我们那个食物都是特别加工的素食，你看伟大不伟大？我们伟大的海涛法师连让狗都吃素啊，我们人再不吃素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狗也吃素，鸡也吃素，鸭鹅也吃素，连拖沙都吃素啊。我站在那边，我真是叹为观止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说海涛法师太伟大了，就是我现在我想到他我就开心啊。奇哉奇哉奇哉，海涛法师奇哉。你想想开心哦，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台湾，居然有一个海涛法师跟我们生在这一起。但是法师他也说，有时候到飞机场还是很多人不认识啊。这想想有什么奇怪呢？佛陀在升到印度的时候，印度也是有很多人不认识他，1/3的人见过佛陀，1/3的人听过佛陀的名字，还有1/3根本不知道跟他同时代还有一尊佛陀，对不对？
哎，现在媒体这么发达，那也是，他有的人业障着嘛，业障着。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你不要说拜师父，拜海涛法师做师父了，你就想想哦，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同时代还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哎，人物，哇，你想想都要开心啊，哎，真的是了不起。所以说，为什么我来台湾，我要把心扫得干干净净，我才敢来。因为这个海涛法师啊，他，你看他，你这么多追随者，你们每一位追随者都是菩萨啊，嗯，所以我来我要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应当供养你们才是啊，嗯，所以我来人了，我去哪都没有带结缘品这么多的，我带了两大箱结缘品哦，嗯，水已经发的差不多了。为什么？在我内心里，我们在座的分量很重啊，分量很重啊。否则的话，哎，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拍谁？所以在座的大家，我有这个想法，以后下次哎，不要再供养我了。就好好供养生命电视台，供养海涛法师，供养啊护生协会、救狗协会啊，佛曲推广协会，供养中心，供养，好好把我们在座这些法师供养好了。哎，我是来捧场的，知道吗？我是来证明，证明给大家看，哎，海涛法师啊，至尊至贵。哎，我们的法师们，我们在座能够追随的人，大福报，大福报。哎，你想想看好了，谁有本事让狗吃素啊？哎，对不对呀？养了几千条狗，每条狗都吃素呢，这个奇迹啊，这是啊。养了那么多鸡都吃素，养了一鱼塘一鱼塘的托沙都吃素，哇，不得了啊！狗都是菩萨啊，这个我们台湾，狗菩萨、鸡菩萨，是不是？哎，不得了，哎，所以我们想想真的很开心，想到这个开心的时候啊，春风又来了，春风又来了。众生业障又小问题小问题，哎，正息障已腾空，哎，好，我们前面我所讲的我们啊，这个排位讲这边排位的，其实我就在回向了，我们肚子饿不饿？哎，肚子饿了啊，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啊，我先念一遍啊。大德们还没有用药师，今晚香机主为大家准备了掐咪，还有米粉汤，叫怎么说？米粉汤，嗯，流口水。哦，掐咪咪分擦咪，哎，擦咪咪分汤汤，嗯，好，我们先等会流口水啊。好，我们现在一起在啊念那个往生咒加持那边，我们今天法会就啊圆满了。那么阿弥陀佛言陀陀见陀言陀地言陀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揭弥尼揭揭罗智陀迦利娑婆诃那么阿弥陀佛言陀陀见陀言陀地言陀阿弥利陀佛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阿弥利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罗智陀迦利
娑婆诃。好，大家今天法会功德圆满。